Good morning, guys. 今天我真的非常兴奋，因为时隔接近三年，重新回来滑雪。不过这次也是室内滑雪了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华南最大的一家室内滑雪的地方，叫融创茂。然后它是类似于，就是设计都差不多嘛，就是这种口字回环型的那种室内滑雪场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进去看一看里面怎么样，因为超级巨大。我们买的全场的就是中高级。All right, let's go。现在好像刚刚才开放，刚才还有很多人在排队，所以我们先进去吧。入店成功。然后我们先来这里领取装备吧。先取衣服，取衣服。可以，那行。只要柜子吗？这个现在已经换好了装备，穿上了大脚鞋。我感觉有点像建筑工人，特别是这种吊带式的衣服。现在我们就去雪板了，走了，出发。啊，现在我们就来取我们的滑雪雪具了。这边是双板，头盔我应该要最大才行。可以啊。哎，可以。我给你试一下。天，没问题，你头本来就小。好，现在就去准备进去了。这个应该有个10公斤有吗？应该有了。我现在在这里练习到，真的是初级道。初级道之后是中级道，三，真的是中级道。一是高级道，二也是高级道。OK。哎，请问一下，这边几点钟关门？晚上？因为我买的是全天的票，它是8点。开始滑雪 ，Let's go。如果你要觉得要倒了，你往后仰嘛，摔倒很正常。滑雪怎么能不摔呢？Oh, shit！好久没滑，真的不行了。一点点来吧，反正要摔倒很正常。来 face bomb， 可以，然后变正，对，哎，可以。我跟你说，我已经结束了。已经可以是吗？对啊。稍事休息一下，接着继续滑。我们是全天票，所以稍微休息一会儿。午餐时间，这个是我们的三明治，当然我还装的有其他的，在这里。Cheese。我就是肯德基外卖员。饿了吗？这边是初级道，好大，真的超级大，这个地方。一直到这边是双板练习区，我们刚才是在单板在那里练习。现在准备挑战一下，去上这个初级道开始滑吧。不想一直练习，练习道实在太短了。从这里上去，其实一点点滑完全没问题。现在已经到达了终极雪道，我们就要滑下去了，感受一波。用 Action 3， 哇，这个真的，后面第一次滑这么长的雪道，感受一波。应该会摔几次，不过一定要摔嘛，滑雪就要摔，来吧。
刚才使用 A660 搭配机打式拍了一组，觉得非常棒，就是背景就是后面的，已经超级满意了。我们在这边已经从早上11点一直滑到现在快到5点钟了，我们是全天票，理论上是可以滑到8点的，但是我们还要赶回深圳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再继续玩个一个多小时我们就准备走了，所以现在就不带相机，把相机放回去，接着再去滑一滑，主要还是再多练习练习。坐上，对，坐好，坐。然后呢？然后就不要管他了。你怎么觉得不太靠谱的样子呢？没事，你松开吧，松开，不要管他。这不算高吧？其实高级到我没有怎么摔，就是我不敢下去。这边好像容易一点，我觉得。还行啦，还行。哦，我们简直就是在。现在我们来到了高级道，高级道还有猴车呢，每人一个猴车，要不要挑战一下？嗯，有点怂。我这样一个完全不会滑雪的人，一天就上了高级道，这简直就是天才。这个其实还行啊，这个在英国也是这样的一个，它有一条道。稍微一点点走，这里下去，慢慢来，就一点一点的，对，可以可以，好的，现在今天已经滑完了，最后一次走自在道，只有一道人，最后一滑，停了一下，其他没有摔，就是啊，已经很棒，我从后面已经看到了，到太灵了，好，今天就。全天票太充实了，我觉得一定要过来，一定要买全天票。还试了几次高级道，太有意思了，嗯，非常棒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家了 ，Go home, go home, go home。按一下，按一下镜头，对着镜头挥一下。